的心脏都可以被新潮流挖掉，安尼规台湾规个拢会冰雹，规个迄个嘞，规个得了了。今年的选战，赖清德剩下一张牌，就是戴红帽子反中，就是卖芒果干，针针见血。国防部拢错了蛋，所以民进党锁定马文君很久了啦。如果连马文君都可以被抹红，以后还有谁敢监督民进党？国库都搬空了，粉碎民进党的阴谋，真正起尿起嘎爆的是什么人？原来是赵天麟呐、啊！哦，那个相片我看了都会害羞。有小三，有不伦恋，高家又怎么样？在民进党嘛是倒来算，所以才会这扣税嘛。那一些才是真正通匪，那一些才是真正的国安破口，都是赖清德的好朋友。为什么不讲台独两个字？是不是为了避免战争？我想要避免战争，最重要的就是两岸要有这个和平、健康、有序的这个交流。那两岸的和平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！这是我现在你刚讲的那些我都不反对。我现在的问题是说，为什么要改成四个坚持？我当年选国大的时候，就是陈水扁讲的啊，自宪建国啊。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，民进党不会做这件事情。陈水扁八年执政。蔡英文八年执政不会台独，连赖清德台独精神，未来他如果有幸选上也不会台独，所以这根本是一个假议题。现在是你在质询我，还是我在质询你？哎，院长，时间暂停，可不可以请我们行政院长不要一直反质询啊？院长，你要搞清楚嘛！我要知道你不赞成，我才回答你啊！好，互相尊重啊！你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嘛？你敢在这边说我的数字是错的？你的数字来源是什么嘛？那你现在在这边都谈破漏，你的根据是什么嘛？我在讲，你没有根据，你也没有资讯，你就在这边，你又讲不出你的数字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听，跟我扯这些，你不听嘛？这三个部分，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灌水，所以你觉得很够就对了。刚刚呢，我听了这个一轮哦，这么多。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、伟大的民进党的同仁的谈话不寒而栗啦，整个心都凉了。一直不断无限上纲，在这里挥舞的大旗叫做转型正义，似乎这四个字搬出来，我们大家通通都要下跪啊！我可以拒绝吗？我们的校园不是多元自主吗？强迫参加，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吗？可以吗？如果有老师、有学生、有家长。不认同党产会的转型正义呢？那他们应该要被教育吗？我没有说你强迫啊，我怎么说说你强迫了？你一开始说你不要再一直跟我鸡同鸭讲啊！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你的压力真的很大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绿色恐怖。今麦民进党在执政，阿伯你是要安怎？在汇报里面提出来了，说你们平常做的根据这个民防法里头做的这个造册。这次要不一样了，要提到跨部会的这个新的系统里头，有讨论到这件事吗？没有，你怎么会下令叫大家做嘛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不会在汇报谈这么多很细的什么？这很细哦，系统资料里面是什么内容嘛？哎，他们不是很细，他是要叫你们过去没有提供给国防部的孩子的所有的相关资料，现在通通都要提供给国防部，有没有？法律里面有哪一条？有哪一条说学校做的学生造册要交给教育部，再交给国防部，放到全民动员系统里面？哪一条法律讲的？法源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没有法源，连总统亲自下令都没有，行政院的会议都没有，你们下面的人就照办啦、啊。详尽的各自要拿到国防部去，哎，总统都不可以下这个令啊，还假装不知道。根本就是行政院核定的，根本就是总统下的命令，总统的国安会下的命令，还假装不知道，总统凭什么下令？他皇帝啊！请问一下卫福部，你们是火星人吗？你们是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吗？破例的台北医院要来提供全台湾孩子免费的检验，最好笑的是两个小时之后居然出来更正，说搞错了，没有要做全台普筛。只有针对新北市，太离谱了吧！
光是这件事情，整个卫福部通通都应该下台辞职。我很好奇，这两个小时是谁看到了卫福部所发布的新闻之后叫卫福部改的？是赖清德竞选总部呢，还是民进党中央党部呢，还是总统府呢，还是行政院呢？人家已经在做超过一个礼拜的事情，卫福部何必在这边多此一举啊？你该做的事情不去做，到底在做什么？可见的我们的卫福部根本状况外，根本不关心，不干他的事就对了。还是因为你们早就发现根本是乌龙一场，而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出来告诉大家澄清误会，停止恐慌。你有真的在乎孩子们的死活吗？你看到家长每天人心惶惶，你是非常担心心痛，还是你在暗爽？民进党卫福部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审查的时间创下史上最短，审查的过程也是史上熊盖啰嗦，简单讲就是四个字：狗吠火车。从高的品德操守分股讲到这里，我都快要笑出来了。我讲的这么的严肃，因为我们的大法官照理说应该是这样，反而暴露出人性最低劣的一面，拥有了权力之后最滥权的一面，权力的堕落竟然如此的快速，为所欲为，任性而为，就像大小姐一样，完全恣意胡为。提名的人选充满争议，这次大法官的任命将会是中华民国宪法史上一个重大的污点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